来，欢迎来球球频道，我是球球。我们今天要去参加 Capsule 尾牙。白痴哦，我们要帮你剪干。走吧走吧，我们是女子月月游。好、哦，嗯、我是白痴。你不要讲，他妈的，你害我被骂了五个月，我不想理你。对啊，没有，可是我最近真的要拍影片。然后今天这是我去尾牙的 vlog。不要你们每次都说今天是我要去哪里 vlog， 这是我的频道，白痴啊。我们怎么不让 Ken 长出来啊？你是不是对 Ken 长有很大的不满？你不让他复出，你不让他复出，对不对？有关的、欸，你叫我复出了。对，我们今天尾牙吃这个。对，今天是我们Capsule 办的一年一度的尾牙创作者专属尾牙。那今年其实是办第二年了。第一年的时候我好像没有拍 Vlog， 只有直播，然后今天有拍。哦，第一年我有出现在影片，就那个会比中指的扑克牌啊。到哪？这边吗？不知道。嗯、有啊，这边、啊、Capsule 年终聚会舞厅亮门是这边吗？哟，我们来了。你的 dress code 点金毛吗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啊。芭比，你跟我同一桌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。啊，我们这桌有人来了。来来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们这桌当然来了，很热闹，很多人都来了。只有我们两个的。对。你不要，你让我接不下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。妹吗？这有点太近了，等一下。可是我拉到全部看得到，你就变超小只哎、欸。侧着。哎、欸，你今天真的是自信爆棚哎、欸，你真的是狂拍猛拍，平常你看到镜头不会一直蹭镜头的。我都花那么多钱了，这一套一万多哎。好好好，那你说什么？这一套租这个一万多？租。你今天在好好好，多拍几幕，多拍几幕。我原本想说下一个就是要拍跟大家一起喝酒，但是我发现。我当然要参加啊！真的假的？这是我今天拍片的主题耶、欸！真的假的？你就是为了这一刻，啊、他们已经准备好呕吐袋了、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在哪里？好好好，我等一下一定用到。我好期待哦、喔，我想看哦、喔。在喝酒上去拼什么酒？来啊！好来啊！来啊！等一下一起上 来啊！好，我上好好，我上。好，我们各一人一票。好好。所以等一下。环节要来了。好，大家都回来支持我们。当然，位置坐好了。等一下麻烦你长进了，我那个是吗？400块，就变成他讲说他等一下比赛项目是一分钟之内能够喝几杯酒，这就是今天的标题。然后目前会上台比赛的有黑羽，哎不对，他们那桌可能会派俊奖超会喝，然后这桌就是我，这一桌就是我。然后第三桌还不知道是谁，小花的钱包。听说第四桌是小庞最会喝。第二桌，哎、欸，看真的，跟我预料一样。黑仔熊，过来这边，集合集合。第三桌。等一下就不见了、哦，你说 stop 我就说 stop， 好好好，大家要一样哎、欸，三、二、一，哎 stop， 等等。
秒。没事吗？四个红包。真的没事吗？你不算，你有提到，没有吗？三吗？哇！三位原住民，我们原住民不能输啊！不能输啊！你是原住民。好了，十一分钟开始。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要去旁边乖乖。哇，加油！怎么样？我要死了！没事，不要玩这个哦。哎、欸，所以我几秒啊？可以帮我问一下吗？他刚刚说你好像24秒，太快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影片，就是到底是不是24秒，我不确定啊。我不干了，好累啊、喔！谢谢 Ken 长帮我拍片，谢谢。好了，这种状态下虽然已经喝很多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跟我的几个好朋友一人喝一杯。大家，哎，真奶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下次会看到我们哦。会，我还会再找你拍片。桃园，桃园对，但是我不要去桃园，好远。之文也出现在我影片里面，对，大家可以去看那三集影片。我爱黑熊，黑熊好帅哦。你好恶。我都想要搭讪黑熊，黑熊太帅了。我只是老而已。帅爆了 ，Cindy。年底，过年的时候，我跟他有交换影片。吴轩，耶。好多人说你在我的频道里面比在自己的频道还要正。我觉得是索尼相机有问题。阿红，哎是，来，没关系，柳橙汁可以，我可以接受。谢谢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还喝得下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哦，大哥，那来来，娘娘一起。给，来晒。不用干，没关系。不用干，你慢慢喝。好料。对。好了，来。新年快乐。Hell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。听说你要付出了，对不对？加油！先喝完这一杯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但是我很失礼，我没办法那么快记得名字。我2019我一定会记得名字的。没问题。来，谢谢。我来消费你了。赤井也在旁边，来，赤井来。干嘛你不？来，工作室的伙伴们。好。儿子，还有婶婶，还有老婆，来。他看你在说他看着你，不要喝干，不要喝干，一口就好。来来来，各位创作者们，不要装。哎，最后我希望听到各位的尖叫声。哎，张继胜，你一直开外挂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没事，我刚喝三杯了，够了。我单号拍片，好。哎，敬你凶猛无比，我直接喝完。不用喝完没关系，一口就好，一口就好。嗯。因为刚刚喝酒大会，我拼到了红包袋可以换现金，可以请某些人吃饭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然后我的摄影师二号，我给我自己一盏灯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他是 Lester， 以后我的相机评测可能都会有他出现，因为他是我的大老师。B， 我们要喝，我们要不是我们要喝，还要喝是不是？我们要坐哪一台车回去？我们要路上拦车。Uber 还是搭计程车？搭计程车。你是拍？拍。不是。你是不是广角那一颗？我很辛苦哎、欸，这么呛我还要拍片，很累。那你就赶快做结尾啊。所以各位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然后影片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者，我会一个一个列在详细资讯。
然后女子约有打我八片，然后我一直想要跟老婆约钓鱼或钓虾。OK。早晚会实现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，今天影片到这里了，而且我呛到不行，所以让他休息，赶快休息吧。对，所以各位，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讲镜头，你想要说什么？今天影片都到这边结束了，记得订阅黑熊哦。好，所以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纪念礼物，这是旅行胶囊，要刷牙膏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口臭啊？方便吗？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口臭啊？臭牙膏跟牙刷大小啊？